好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平安。好不好？首先让我们跟我们旁边弟兄姐妹说，主赐你平安。主赐你平安。因为突然发现平安这个词对我们现在来说非常的重要。然后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这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啊，被各种这种大陆的疫情的消息所包围。我们相信在那片土地上有我们的亲朋，有我们的好友，也有我们那些不认识但是需要帮助的人们。那我觉得也今天非常的感恩，有很多弟兄姐妹还是毅然坚持来到教会，来到我们的主日，因为我们相信就算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不是说没有苦难，而我们读的是在苦难当中的这一份平安。阿们。当面对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就感觉我们的力量是非常渺小微不足道的，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举起我们双手，我们一起为那些在苦难当中，在忧患当中所患难所担心的人们献上我们的祷告，希望主的能力、主的医治、主的大能与他们同在，希望主的恩典和医治在这个地上能够得以彰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好吧，一起来我们同心开口，让我们一起起立，让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历代志下第七章14-15节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好不好？一起来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的主。哈利路亚，此时此刻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边就献上我们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不知道这样的疫情是不是主你所应许的，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事件当中，主你的旨意就得以彰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今天早上我们来继续一起来举手我们祷告，献上我们的真是为我们所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行，我们献上我们祷告和我们的悔改。谢谢主，求主真是在天上能够垂听，来赦免我们的罪，更是要赦免在地上所有人的罪。求主来医治那块地，还有了你的大能和能力在此时此刻就得以彰显。今天早上主你的宝座设在这个地方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求真是你来睁眼看，来垂耳听，让我们此处所献上所有的敬拜、所有的祷告、所有的话语，直达主你的宝座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Thank you.
罪行所犯一切讨主不喜悦的事情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悔改，求主来赐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，求主来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，求主在我们日常的每一分每一时每一秒来带领我们。是的主啊，你的爱让我从来不离开你，求主让我们心里有一个正直的灵，让我们来造出这样子一颗清洁的心。哈利路亚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让我收回你圣灵，求你使我认可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，你的杖你的杆领我到你的面前，使我走正义路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，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重新有真实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圣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，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，是我你的杖你的杆领我到你的面前，是我走正义路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的舌唱你慈爱，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。
神灵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的舌头高声歌唱你慈爱，我的口传扬赞美你的话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生命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神灵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求主让我时时刻刻就让你成为我们的高台，成为我们的山寨，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无论行过那死荫的幽谷，主你必为我们，必为我们来摆设我们的筵席。哈利路亚，你的杖你的竿不要保守我们，你的殿要保守我们直到永远。感谢赞美主。在泥泞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你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信心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医治的爱。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又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信心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医治的爱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
心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一直的爱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。主要是的，我们感谢主，用你的爱吸引我们今天早晨来敬拜来赞美。我们相信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你仍然坐着掌权。当我们今天面对中国，面对武汉，面对一些全世界零星的这样的疫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不惧怕也不惊慌，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必与我们同在。今天早晨我们特别为那些疫区发生病情严重的地方，为那些死去亲人的这些人，求主亲自来安慰，也亲自来保守，也求主亲自带来医治，止住疫情，让我们得享平安。我们知道这是个末世的时代，特别在今年我们看到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国攻打国，民攻打民。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近了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只是恐惧，而是要来预备自己警醒度日，让教会在这个时候能够成为明光，成为灯台，带来盼望，也带来安定。今天我们特别感谢主你带领江伟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，也要来传讲信息，求主你亲自来恩膏他，亲自来保守他，而他所到之处，他的信息也带来安慰，也带来复兴。今天早晨我们特别为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奉主名聚会的地方，求主亲自与他们同在，也保守潘牧师师母在台湾在亚洲一些服事和工作，求主亲自为他们来开道路。今天早晨你的宝血要厚厚遮盖这个地方，宝血不但洗净我们的罪，也洁净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安然无恙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来用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祈求，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